那我们在科教馆啊，四个半月圆满之后，我们就透过我们陈馆长的这一个邀请，所以我们环保教育特展就移到了我们的海科馆。虽然做得很疲惫，但每天都会有热线电话要请求支援。对，但看到每个小朋友开心的脸，就知道主责这样子。未来这个环境被破坏的这一些部分，怎么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把它修复？从教育出发，绝对是一个最对的方向。海科馆这边责无旁贷，愿意跟大家一起共荣，也谢谢我们上人给海科馆机会。期待提高人人的眼界，能看到了海洋是那么美，要先导呢，人人知道如何保护海洋。我想我们在这那里的展示目的应该是这样。